头顶决胜香港所淘汰其下期判第39期龙年太后新高点。今年先生用金虾子年做题材，高太家发挥创意，用中金、素材、传金纸达到来扮成一件又一件的作品。龙年家东方应该奋勇成果，未定现终身好事的神奇。考场的先生同中心的高太家，天天在同原先的菜园内，就坐在边做他的饭衣，并送一盆细细的盆栽当好用。不过安阳的考场对先生来讲就是一种考验，听出外口的多，同人家坐在做的部分来设计旅游的考场。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，也是一个挑战，因为我必须去思考有一些动作老人家没有办法做，或者是有一些工具老人家没有办法去操作，所以其实有一些部分比较难的部分，我们是会先帮他处理好。又不是太长的时间，做出来难度又不会太难，又不会太简单。所以南土是四种，所以他做出来的成品，他非常的有成就感。龙年太后今天上台，也和其他知名同学，天天展开成果发表。龙年家放起的展件设计的作品，包含钟件、铜串子，都是垂钓的龙年，搭配龙年家的口述韩国创意。按呢一般的素材，每组的编组等颜色的作品。当翻译先生带我到泰剧家，搁做朋友，搁当好工业的整体搁较好。大家行出来，身体又健康，恁杀气又自信好个，该事物不见了失吼。本来你的长辈哦，能活得健康又快乐。也到龙年家第三期参加龙年太好，动作的时节很做得强下十分。安尼，大家伫精神方、韩国食法方都受到同好嘅照顾，希望鼓励韩家多嘅老人家行出来，强化了享受，当然学习又极快乐嘅。下个新闻，李凤琪南投报道。